Monday. Ma. 你怎么会偏偏这种人渣？让你得了这种病，你是不是得病的不是我？你真的什么都忘了是吧？啊？谁把你打针？你不要碰我！ 怎么打就怎么打。我打你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想知道淑娟是怎么死的，对吧？ 你至少应该记得你所做的一切吧。你至少要愧疚一辈子吧。你怎么可以像现在这样说忘就忘？你忘了我可以恨谁？你没有资格忘记。 什么都可以带走，全部也没关系，不想。